你会看一些比较俗气的东西吗？比方说什么？比如说你会看综艺节目吗？我有看你的节目。哎，我节目俗气吗？算综艺节目。可是我这么俗气不是俗气节目吗？我们俗气俗气啊，对不起，这是一个很有质感的节目。不然你怎么会来上我入围金钟奖？快救我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